大家好，我是乔宝。小时候呢，大家应该都有玩过一个玩具，叫做魔鬼粘标吧。那个板子呢，就是魔鬼粘的板子，然后你可以随意挂在任何的地方，然后会附你三颗球，好像还有飞镖吧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挂好那个板子啊，就拿一个球丢，然后看你的分数多少这样子，非常好玩。在小的时候呢，我就很生气啊，因为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是个大朋友了。但是这个玩具呢，是六岁到十二岁玩的。那我玩什么？我二十几岁，我玩什么？所以，我今天要来做一个超级大的魔鬼粘标吧。我取它为超级大无敌童心未泯魔鬼来粘粘之 Pro 版。好，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所准备的材料有什么。这两块大板子。我会将这两块板子呢合起来，聚成一个圆形状，那就是魔鬼粘包吧的圆模型喽。魔鬼粘，那标法上面怎么能没有颜色的？三支笔，没错，就是粘东西的。对，今天准备的东西就是这些，我们一起来动手做 IY 吧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在这本子上面描述一个大圆形，然后把那个圆形割下来，然后再将两片组合在一起呢，就是我们的魔鬼粘标板的模型啦。对，但碍于呢，我现在没有圆规，然后这个板子也超乎我的想象大，所以我现在必须去找我家里最大的圆形的东西来描。经过我努力的翻找之后呢，这已经是我家最大的盆子了。那这个盆子呢，真的很大。他妈非常大，是真的很大。但是，当我放上我们的模型板之后，我发现还是不够大。那没关系，我刚刚已经想到解决方法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先来描我们的圆形。Let's go！ 哇，这个圆画非常成功哎！各位你看，真的很成功啊！哇塞，真是佩服我自己的头脑哎！我靠！好了，那这个。盆子可以滚开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把它剪下来，然后合在一起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家模型初步的模型就完成了。好了，各位。我们的美国队长的盾牌的已经完成了，你觉得超像吗 ？Iron Man， 阿泰，超大的魔鬼粘标靶的那个出样已经完成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的超大魔鬼粘标靶已经制作完成了，这个靶的部分已经做完了。那一条一条白白的呢，这就是魔鬼粘玩具，不要吹毛求疵，玩具好玩就好，对吧？我们三颗球都做好了。那就是把魔鬼粘的另外一条用胶，然后做个纸球把它粘上去，这样总共三颗，然后会附你三颗球，好像还有飞镖吧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挂好那个板子啊，就拿一个球丢，然后看你的分数多少这样子，非常好玩。在小的时候呢，我就很生气啊，因为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是个大朋友了，但是这个玩具呢，是六岁到十二岁玩的。那我玩什么？我二十几岁，我玩什么？所以，我今天要来做一个超级大的魔鬼粘标吧。我取它为超级大无敌童心未泯魔鬼来粘粘之 Pro 版。好，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所准备的材料有什么。这两块大板子。我会将这两块板子呢合起来，聚成一个圆形状，那就是魔鬼粘包吧的圆模型喽。魔鬼粘，那标法上面怎么能没有颜色的？三支笔，没错，就是粘东西的。对，今天准备的东西就是这些，我们一起来。动手做 IY 吧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在这本子上面描述一个大圆形，然后把那个圆形割下来，然后再将两片组合在一起呢，就是我们的魔鬼粘标靶的模型啦。对，但碍于呢，我现在没有圆规，然后这个板子也超乎我的想象大，所以我现在必须去找我家里最大的圆形的东西来描。经过我努力。